D is for Dragon Dance, Shi Oolong, by Yin Chang Compestine, and illustrated by YongSheng Xuan. A 是杂技艺人。B 是滚球，杂技艺人身体柔韧又强壮，都是平衡大师。人们观看杂耍演出来庆祝新年的到来。C 是春联，让我们一起书写如意，别让墨水弄脏了新衣服。D 是舞龙。E 是鬼怪。F 是鞭炮，舞龙人和鞭炮声吓走鬼怪。G 是爷爷奶奶。爷爷奶奶用传统剪纸和春联把家装饰起来，恭贺新春。H 是理发，孩子们洗头、理发、换上新衣裳，期待新年的新开始。I 是香火。J 是玉石，中国人点香火，带玉石来辟邪。K 是风筝 ，L 是灯笼。中国人相信飞舞的风筝和灯笼的光能吓走鬼怪。M 是月亮，中国新年随新月开始。N 是面条，吃面条象征着长寿、幸福的一生。O 是橘子。带上橘子去拜访朋友，橘子象征着好运。P 是北京烤鸭，烤全鸭象征着幸福。Q 是灯谜，解开巧妙的灯谜，你就能得到大奖。R 是红包，孩子们会收到装着压岁钱的红包。S 是蒸饺。吃春年特色蒸饺来迎新年。T 是传统，全球华人都按着相似的传统习俗过年。U 是团圆，中国家庭在新年一起吃团圆饭。V 是拜祖，在新年全家人一起拜祖先。W 是祝福，新年是大家相互祝福的日子。X 是木雕，门上的木雕聚鬼怪于门外。Y 是空竹，新年时玩耍的好日子，空竹飞得高，似乎能撞到天。中国的纪念仪十二年为一循环，每一个动物代表其中一年，你知道你的属相吗？